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我叫 A 呀、啊，我有名有姓的，不叫 A， 没礼貌。老板娘，嗯，什么事儿？好、哦，那个，你煮的面哦，不错吃嘞。我知道。听说饺子也不错啦。嗯。那个小菜很好吃啊，有那个什么熏鱼跟豆干都不错。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啊？哎，你慢用。坐下。哎，梦里面没有这个呢。我常常梦到跟你在一起呢，就我跟你哦，我们两个哦，在那边。哎呀，吃不吃嘛？要不要聊这个怎么办？吃吃吃，好，谢谢。啊，可是哦，我从来没有梦过跟你一起吃东西呢。你知道我都梦到什么吗？梦到我们在干嘛？不想听。你在骂我啦！我都梦到你在骂我。像这样子啊，不认真，不正经，不干正事儿，哦，最后还给我换一个白眼安内了，啊，可是很奇怪呢，我在梦里面哦，虽然这样一直被你骂，啊，我一点都不生气呢，都是这样笑嘻嘻的了，好像给你骂得很爽的样子了，你有毛病啊！哎，丢啊丢啊！我有毛病呢，我一看到你哦，就变得特别傻，特别疯了。那你可以不看到我啊？没办法啦，就算白天没有看到你哦，晚上也会梦见你啊。啊，然后在梦里面被你这样一阵乱骂，最后就笑到醒过来了。
是你的梦，我也负不了责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啦，不要你负责，我的梦我自己负责就好了哦。来啦，出一点这个哈、哦。嗯。哎，这个。老板娘，你不要有压力了，我走了，晚安。是啊，今天，哎呦，今天秀梅打牌手气真好、啊。你说她差点就打了我们一个三吃一，真的是的，没有打过牌的人，不按常理出牌，手气旺得不得了。就那么难舍难分呀？黑狗送你回来的吧？人家不可以啊，叫黑狗叔。反正是他送你回来的。就是在巷子口后来碰上，就说了几句话。那是妈妈送来的，她说你们打牌她差你50块。那事情就是不是你想的。我说妈，你怎么总是找错人呀？要不就是我爸那种，要不就是黑狗叔这种，爱来爱去怎么老是爱不对呢？我没有爱。那你干嘛隐瞒呀？干嘛牌局散了不回来？哦，跟他去什么地方了？还好我反应快，陈妈妈来的时候我说你在洗澡，不然人家都知道了。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何必隐瞒？哎呀，行了，让你心里有数。原来你不可以这么跟我讲话的。我问心无愧，就算我想交个朋友，也是合情合法。我离婚了，我单身，我是成年人，我有交朋友的自由。记住你今天的话，你单身，你成年，你有交朋友的自由。姐，这个时间你回来，你翘课啊？你观看不就要走了吗？乖，多陪陪你。还好妈陪爸去医院，不然你就完蛋了。爸又怎么了吗？哦，没事，他回去复诊拿点药。哦。现在呢，我跟妈都在外面，哥哥们也都在外面忙，这个家就靠你了。嗯，我知道。其实我不应该让妈跟着我。应该让他留下来在台湾照顾爸的。姐，你就别想那么多了，那就算妈愿意，爸也不会愿意的。但是我好内疚，这样子把妈带走，留下爸一个人。
哎，要不这样，我休学，这样我就可以陪姐了。你敢替我休学试试看？反正我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嘛。那你也给我把高中读完，至少有个高中文凭啊。哦，还以为你会鼓励我，让我发展什么个人兴趣。那你的个人兴趣是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那你就给我先好好念书。好。喂，段妈妈，怎么了？你别哭啊，你得走了，他去哪了？妈，我走了，不要找我，因为我不想被找到。你放心，我会好好的。你存折里的钱我先暂时借来用用，一定会尽快归还。妈，你不要太难过，我是奔着我的快乐前去的，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见面。爱你的妮妮。想想，他到底会去哪儿？丫头，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些什么？他没有。段妈妈，你不要难过了，妞妞不会有事的。我们最近都在吵架。出什么事儿了？啊，他不会想不开吧？不会的，想不开的人不会取钱的，放心。他拿了那么多钱，他到底去哪儿了吗？这个高丽参啊，补气最好了，一天泡两片就好了。还有这个天麻，对心脑血管特别有好处。钟妈妈，这个是专门给你的珍珠粉，我妈妈常用这个保养。哦呦，这个周敏用的东西肯定是很好的，谢谢哈。不客气。是啊，来就来，还带这么贵重的礼物，真是的。哦，叔叔，我给忘了，听说你喜欢喝茶，我特意给你买了碧螺春，你尝一尝。哇，碧螺春啊，好茶，好茶。对对对，就是好茶。来，我们现在就泡茶。那，谭生，你去泡茶去。暖暖，你平常是喜欢喝茶还是喝可乐的？我都可以的，茶我也喜欢。嗯，现在很少年轻人爱喝茶了，喝茶好，喝茶好。对啊，你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好好谢谢你妈妈。你看，客气的带这么多东西，没关系了。那你这次怎么来美国啦？哦，这次我们学校跟这边有一个文化交流的交换学生，刚好被选中了，所以有机会就过来了。那就太好了。妞妞是很优秀的。哎，那这次交流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已经结束了，不过还有两个星期的自由活动时间。钟妈妈，你忘了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如果我来美国，一定要来看你的。那你看看怎么交流结束才来呀？那现在住在哪里啊？嗯，你可以住学校，也可以住外面。那当然就要住在家里来了。啊，不不不，这不太方便吧？有怎么不方便呀？家里面又不是没有房间，只要你不嫌弃。我不是嫌弃，我是觉得很麻烦。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你母亲跟谭生妈妈是故交。你又跟谭生是好朋友，住到家里来，我们非常欢迎。哎呀，好啦，就这么定了啊。哎，
我去看看这台生茶怎么泡这么久啊。台生啊，哎呦，台生，你怎么泡这么久啊？还没泡好吗？哎妈，我都听见了，人家段宁不愿意住，咱们就别勉强人家了。哎呦，你真是傻，你懂什么呀？他要是不想来，怎么会来看我们呀？哦，还带那么多礼物，对吧？哎呀，也就两个星期，咱们尽尽地主之谊，好吧？嗯，听话。好，好，好，说不过你，听你的。来来来，碧螺春新茶来了，慢点啊。段宁，你就住在家里吧，这样也比较方便安全。对呀，这样子可以让台生带你到处去转转，这个也省得接送了，对吧？嗯，那太好了，那就麻烦你了，台生。我愿意花所有的力气去得到他的爱。在这条路上，暖暖，谁也不能阻止我。好了，我们回去吧。丹宁，我不回台湾。太少，让我留下来，我想陪在你身边，可以吗？这次是我骗了你，不是来参加什么交流会的，否则我已经团进团出，不可能留下我落单。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 common sense。你们都知道？是的。你父母也知道？太丢人了。好了，没关系的，他们不会怪你的。其实我爸妈还挺喜欢你的，尤其是我妈。那你呢？邓丽君，做你该做的，不管他恨不恨你。Hello。Hello， 台生，娜娜在吗？是我，女的，你妈很担心你。我没事，你跟她说我挺好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不回来，你要跳机啊！妞妞，你别傻了。谢谢你的关心，这是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你知道这有多严重吗？你在美国没有身份，是非法移民，这是犯法的。没那么严重，你不用吓唬我。非法移民不是小事，这个记录会一直跟着你。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躲躲藏藏吗？我愿意。他在哪里，我的心就在哪里；我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已经决定了。妞妞，你别冲动，你现在回来以后还能再去。丫头，你答应过我的，把他让给我，证明给我看。挂完电话，忘记这个电话号码，让我相信你的诺言。喝点水吧。谢谢。丫头，你好。没事，别激动，别气了，你坐下，坐下。美国，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他人在哪里，他在美国好好的。他是好好的呀，他偷了我的存款，骗了他爸爸的钱，连给耀宗补两堂课他都要收钱，拿了钱换了美金去美国逍遥。他计划了多久？要先有钱，再去换美金，还要有财力证明。怪不得，怪不得他在问我要营业执照，还给他签过了。太厉害了，这不露声色的呀！不愧是段丽婷的女儿，天生血液里带的阴沉隐晦。段妈妈，她不是我女儿，她不是我周明十月怀胎生的女儿。那么绝情，一走了之，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的呀！他只是太周太生了。他是傻，人家让他去了，没有，他是自己去的，骗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要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我跟他通了话，本来我想劝他回来的，可是不回来是吧？我明天就要去香港了，这件事可能还要麻烦您。我不管的，小子了，没有良心，让他死在外头拉倒了。段妈妈，您气归气，您一定要劝他回来。这是他在美国的电话号码，他在那边不会好过的。去人家家里玩玩还行，常说的话。哎呦，丫头，谢谢你哦，丫头。都说段林懂事，都说段林脑子好，他真的是连一个小拇指都比不上。人情世故。还是你懂道理。别这么说的，妈妈，我明天就走了，记住，有任何事都可以打给我。
让我来拿。不不，帮台上拿，帮台上拿。啊。哦，这个我可以。哎，邓妮啊，邓妮啊，这些东西该放冰箱的就放冰箱啊，都整理好啊。妈，人家是客人，以后咱别这样好不好？哎呦，搞得还蛮心疼的。我可没当他是客人，我当他是自家人的。去去去，接电话，接电话。我不接，你接吧，我上楼放东西。这个孩子。Hello。哎呀，侬好呀，幼林。哎呦，这个辰光没看到了，侬好不啦？周敏啊，哎呦，侬好，侬好呀。谢谢侬啊。侬哪能噶客气呀？让妞妞带那么贵的礼物来？应该的呀，应该的。葛末礼物侬欢喜的呀？老欢喜的，侬个眼光噶好啊！还有啥么子好讲的？主要是小巨头啊，到你府上啊，真的是打扰了，打扰了。哎呦，侬看侬讲的啥么子啊？侬搿能讲不就太见外了吗？侬勿晓得。阿拉老欢喜妞妞的，哎，我跟你讲啊，我真的希望她不要走了。那幽灵啊，你叫囡囡听一下电话好吗？啊，侬是妞妞啊？等等啊，妞妞，妈妈电话。快来。那，跟你妈妈说不回去了啊。喂，侬这死骨头，你给我笑着啊！你给我面带笑容听好了，我不拆穿你，我是给你留面子。你不要以为人家是真心留你下来，不许把脸给我垮下来！马上买机票，尽快回台湾。我不要，你疯掉了！奶奶，你这样眼巴巴的贴上去。你的身价是要一落千丈的。你要是真的喜欢人家，你就端着点，矜持一点，让人家倒过来追过来。我看过贴上去和端着的例子，一个是金宝珠，一个是你。妈妈，如何呢？谁得到谁失去，都很清楚了。婉宁，不想过你一样的生活。你放心，我笑着呢。好，段宁，你这么狠倔啊！我跟你说，段宁，你不顾一切的欺骗了你父母。你要是拿出这股劲来，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成功了。你非要放到你的感情上面，那你就只有四个字：飞蛾扑火。那也是飞蛾自己的事。我单身，我成年，我有爱的自由，记得吗？妈妈，这是你说的。啊，好，知道了，好呀，好呀，拜拜。怎么样，跟妈妈说了留下来的吧？你还好吗？哦，丫头啊，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听陈妈妈说你没有去店里。哎，问问她有没有去医院。哦，你去医院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就是被段宁给气的。你联络上她了，她怎么样？
联络上了，他不肯回来。那怎么可以？美国非法移民抓得很严，你要跟他说，要是被抓到了就要递解出境，有了不良记录就很难再去了。该说的呀，我都说过了。可他人又在王幼林家里。还要给他留个台阶下，是不是？那台生知道吗？他妈妈知道吗？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呢？哎呦，我又不好多问什么。算了算了，随便他去吧。他妈妈不能这样的，不能由着他呀。算了算了，丫头，你也别太操心了，就这样。傻瓜，他们又帮我安排了东南亚的巡演，咁意思就好明显啦。佢哋对我冇诚心，应该不想再做我了吧？我唔咁样认为啊。张木同佐佐木都喜欢你嘅歌声，如果他们真的不想再做你。大可以直说。唔系嘅，日本人就系咁样嘅，他们不喜欢把话讲明，觉得那样太失礼了。所以，他们现在应该在想办法摆脱我这昂贵的75名吧。この曲はダメですね。ポップすぎてまた失敗すると思いますよ。しかしこの曲はもともと小林先生が松木ひとみのために作ったもの。我々直接ね。いやダメダメ。この曲だとテレサの魅力が伝わ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かれこれ50曲は聞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テレサに合う曲ないですか？このままだと。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ですよ。船木さんに聞いてみたらどうですか？ん？你必须给我交代，这件事你推卸不了责任。孩子就是从你眼前走失的，无论如何，你难辞其咎。你说，为什么没有看住孩子？是不是只顾忙着谈恋爱了？啊？瞎扯什么？我瞎扯？你们根本不必行迹，人家还看见你们在一起吃宵夜。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一起吃宵夜？我不必行迹是因为我心里面没有鬼。那你也得为段宁着想啊，他就是被你刺激的，还学会了撒谎骗钱，3万块啊！你是心疼女儿，你还是心疼钱？我的存款也被拿走了，我没有像你这样跳脚，钱很重要吗？你行为不检，孩子就是被你逼走的，你还好意思跟谁跳脚？哪位公行为不检呢？你上高啦，你断裂天下是第二名哦，没有人可以当第一名呢。哎，做一个老伯做个这样不习惯啊，你给自己女儿3万块有什么关系？刚刚好而已啦。你不要讲话，我还没讲完。我跟你说，你如果再继续那边一句长一句短，说我哥哥流氓怎么样的，不用他出面呐、啊，我就直接叫那个摄影给你看破的啦。不然你就试试看。你怎样？你们这些女人，言语无味，面目可憎，粗俗至极。哼！你们这没见识，没水准呐！欺负查某人，哼！不要怕，卖菜。
我跟你说，其实非法移民这个事情呢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必须跟你朋友讲说，叫他赶快回来。他不听，边个讲啲嘢佢都唔听。唔听啊？那他这样子跳机，是别人叫他这么做的呢，还是被人怂恿的，还是怎么样？他自己要去的。佢自己去，他自己要去的。哇，那你真的马上把他叫回来啊？怎么叫？我又没有美国签证。Teresa， 我问你个事情，这个段宁对你是不是很重要？当然了，我们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OK， 其实现在啊，刚好有一个现成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很快的办到这个美国签证。咩嚟噶？快啲讲啊！咩嚟噶？它是叫做赴美宣传慰问团，它是一个。算是个公益活动吧，而且行程很紧，而且很累。那老实说，可能对你的事业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不知道你公司。莫讲啊，我去啊。OK。哎，那个麦旁去哦。啊，是你啦。嘿。你哦，把这箱提去给周明啊，阿麦去开钱啊，去我靠吃物件啊。啊啥子阿妈？去噻。紧呐。你扮作小胖啊好呢。好了。妈，伊安怎了？叫阿姑提去。你赶快写功课啦，啊不然哦，我叫段宁回来修理你哦。老婆，哎，你真的就同意他们两个这个样子啊？嗯，我算老几，哪里轮得到我同意？就算了，我不赞成，我哥哥哦，他还是会喜欢周敏。那、啊、你以为他在我们家看电视，真的在看电视啊？还不是为了离周敏近一点？哎，辛苦了，老婆。卖掉你给。维修啊，跟你讲，吃了。干嘛？里边在招工啊。想打工啊？对啊。你知不知道你没有身份实情有多低？一个小时连一块钱都拿不到。有小费的可以分小费。你能不能别闹了？你是怕我连累你啊？不用怕的，我不会给你们家造成负担的。等我找着工作，赚着钱，找着房子，我就搬走就好了。你搬哪里去？你没有身份，谁会租房子给你？那这也是我的事。
你现在在美国，我不能假装看不见。好啊，那你管我一辈子，可以吗？如果不可以，不可以就假装看不见吧。你可不可以不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啊？你能成熟一点吗？很多事情可以顺其自然的，你不明白吗？那你会管我一辈子吗？你觉得那刘大肉就会管你一辈子吗？至少你在我眼前。早已风起，你一个人留在那里，命运之船流失的，谁在乎你？誓言其实你说过，他们知道是个疮疤，不知道会有谁迎合，却让我听懂寂寞，不去不来。你在你不在的年代，永恒太短，唱不过你一首歌，人间柔软了颠簸，他们知道是个惩罚，不知道有多少银河，却让谁听懂快乐，沉默也是种抚摸。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相许的无悔无怨，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试过了却不亲切，谁唱起了时代的关于戒严，离合的曲曲折折，花开的花落的打个照面，玉树还休的容颜。我唱歌的时候尽情地唱，你接纳多少我不知道，你与多少情感蕴合我不知道。早已风起，你一个人留在那里，命运之船蹉跎的，谁偿还你？心愿其实你说过，他们知道是个惩罚，不知道有多少银河，却让谁听懂寂寞，沉默也是种抚摸。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戒严，相许的无悔无怨，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戒严，试过了却不亲切，谁唱起了时代的关于戒严，离合的曲曲折折，花开的花落的打个照面，欲说还休的容颜。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戒严，相许的无悔无怨，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戒严，试过了却不亲切，谁唱过了情的外语戒严，始终远近中华的始终脸，传奇的传说的耳语流言，欲说还休的悲天。